哎呦啊，有样西瓜！哎呦啊，有样西瓜！我操！那天吃不了。有戏应该吃不了。什么东西呀？应该记不了，那天吃不了。有戏应该吃不了。是那个那个什么特斯拉，对不对？哇，那直接撞条啊，撞那个中岛，直接烧起来，这个灭火器灭不了了啦。我注意看到好像和对面一个人都跑在那边，把那个人。一个小孩子拉出来，我就赶快跑下来帮忙拉抬啊，嗯，要把他抬出来啊，他抬到路边啊。啊，那你怎么知道驾驶是林志颖？哎，哦，他们阿蛇问的啊，啊，他林志颖啊，啊，他的，啊、我好奇嘛，求证啊，求证就。啊，他的状况怎样？他、啊、就，右手好像有脱臼了。右手脱臼？哎，啊，全身有黑青啊，血啊，这样。啊，你看到的时候是他已经撞上去了？嘿，已经撞上去了。